米线给了啊，然后我自己放了3勺的辣椒油，特别好吃。开吃吧，今天吃份米线，29.99，给你发7包，来点醋、麻油、砂锅。这边太饿了，你们回家就这样吃啊。然后来上2勺汤或者1勺汤都可以，就这么吃，老好吃了。然后你们能吃辣的多放点辣椒油啊。 特别好喝。